大家好，我来到这宜兰绿色博览会的一个单元的会场哈，那个兰艺花苑哈，这里一个兰花的隧道哦，里面很有兰花的展览比赛，已经评选出来了，很漂亮。要记得哈，有来宜兰绿博去头的时候，游玩的时候，记得要来这个单元区走一走，看一看哦，欣赏老师们的花艺。种植花艺，我用镜头带你们去看看。噔噔，有没有？是那个宜兰县兰艺协会春季兰展、兰花展，兰展那对，已经开始有那个宾客哈。那个他们是那个媒体人哈，来这里走访哈，因为还没开幕，我们第一个目睹到他们也来欣赏花艺那个这次的布置哈，很用心哦哈，然后老师们都很用巧思，生活中的素材都可以变成很有层次感有没有那其他细节要你们自己来欣赏哈，如果你们喜欢花兰花的可以来看哦哈，这里有已经有比赛出来的哈，评选出来的冠军林永德老师很厉害哈，你们看到还有特优的，都好几个都是认识的老师朋友，花艺的朋友哈，很棒你看还有黄宗文老师得到特优有没有我对兰艺比较不熟不知道那个怎么看可是这看起来就很舒服欢迎大家来你看龙年也可以看龙也行大运欢迎跟这只龙拍合照老师们都很亲切今天有那个开放媒体来出体验来欣赏兰花有没有这个我们来去看大家欣赏一下兰花它这个特别的优等总冠军出来了噔噔这一株欢迎跟总冠军拍照杨林美惠老师杨林美惠老师恭喜杨林美惠老师得总冠军爱花人士都喜欢有没有很多兰花你们可以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兰花的朋友在这里有得奖啊兰花协会兰艺协会你看爱花的女性也很多欢迎来看看这里还有林永德老师的作品有没有欢迎大家来宜兰绿色博览会去投那我用影片分享给大家看有这个单元有趣的单元这个然后还闻那个有那个花香的味道整区都有那个花的味道好舒服赞赞赞欢迎来宜兰去投宜兰绿色博览会里面的兰花隧道单元谢谢